我咧是咧看啥？那嘿啊生气啦！你看我知影真好有心是骗人的。你看我今麦看我尔轻松，既然真好有心哦，大把都是骗人的。那多多，这张文书就刷刷去。我刚才想着，免甲伊笨蛋的做亲家，我暗时哦，都困较有眠。困！你以后若倒伫咧棺材内底哦，会当困永远的。恁查某囝为着要爱这个王玉良，含这款白贼话拢讲会出来哦。你看伊生活内有偌为难，偌艰苦，伊爱这个王玉良有偌深。我刚才想到伊的感情都这么歹行，我就……你拢袂唔甘的吼？这是家己做得来啊！为着叫了尾啊，无专情王玉良哦，伊甲阮讲白贼。世界想袂开，啊爱着较惨死啊！都参像我爱着你同款啊，敢毋是？进入即卖，伊的心已经足乱的啦。你怎么想啊？你莫甲我讲你反悔哦！你若顶头答应，互进入去嫁给王一良哦，我就……就安怎？我就要麻烦你继续靠近查某囝。哎呀，我安怎敢去嫁查某囝？我无可能真正给伊赶出去啊！我嘛会唔甘，好不？啊，不过你若唔甘，看你家己查某囝婚事端咧无去啊！啊，你来创啊？出去啦！啊，是要等我传扫帚？我是专工来遮回信的啦。阿姨来。我拢无好甲招待，那就吃客气啊！恁招待个真赞嘞，唔来请阮一家伙啊，食一顿粗饱啊，搁伊洗完面才转来。阿姐、阿姨，我对静茹是真心真意，伊若是嫁了阮家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伊，绝对袂让阮妈去苦待伊，请恁相信我。不可能。讲实在，恁两个少年互相有意爱，恁要结婚，我看你即摆的表现，我是无意见。啊，不过结婚哦，是两家伙仔的代志哦。若顾到恁妈妈哦，我就真有意见。我就参照阿叔所讲的，结婚是阮两个少年人的代志啊。你莫讲阿叔，你就问者，你若结婚，住倒？你若按时困的时阵，隔壁住什么人？阮查囝去恁家上班，头家是啥物啊？还阁有哦，阮啥啦？阮查囝若伫个恁家，去犯苦毒，去犯口舌，我敢看会着？啊，你敢看会着？王先生，较好心的话拜托一下，你的女朋友哦，伫个台北车头的大厅哦，坐满规头脚啦，你真在脚拉来老几个啦？那就一定要找阮静茹，因为静茹是我这世人上爱的查某。我就说，结婚了后，我若是有对不起静茹，还是无好好保护伊，我就随在你。哪呢？你问这个，这个叫魏领导哦，让带出来。你安怎讲？这个囡仔哦，这么有心意，佮咒诅嘞？咒诅嘞？你若爱听，我会当咒十篇予你听。我讲，你莫这时阵把手拔出来哦。阿姨，拄则我讲的拢是我的心内话，我一定会好好疼惜静茹一世人，绝对袂会受到任何委屈的。无可能哦！我无可能把查某囝交予你哦，你即马就搞出去哦！我叫你出去，你搁打正经，无你即马是咧搞威胁哦？不是，我是咧表达我的决心。阿姐，今日你若是唔答应，我就袂走。好，
你好大就徛咧，你就莫走。妹，创啥？闪啦！哦，你赶紧回去哦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啦。啊啊姐，就算你跟我拍，我嘛是爱带进楼，我绝对袂走。好啦，但是讲电路魔都唔敢拍你哦。什么？无安尼，你要拍惨落哦！你拍我试看卖啊！哎呀，你走啦！哦，唔走！哎呦，你干啥？你走唔走啦？哎呀，我走唔掉啊！你敢无做给错？哎呀，我不干呀！哎呀，金龙，我以为你挂了。条内底搭牛某，你真正有够敖的啦！你哪会把牙扫帚去找伊龙妈妈哈？真是讲袂顺车呢。爸，你敢一定安尼？人伊龙好好甲你讲，你无买牛宝贝，还敢搁起脚动手？敢讲因为我做甲安尼，你搁唔相信伊的真心？还是你根本就是为了你家己的面子，为了你做爸爸的尊严。不管你讲啥，做查某囝拢爱听着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我讲不准嫁，就是不准嫁，安尼对无？那安尼我嘛再讲一届，一世人除了一龙，我啥拢无要嫁。靖柔啊，靖柔！你若打住这个大门，伊我来甲你背转啦。什么代志啊？迄楼骹的警卫啊讲哦，咱伊龙海规个路的吼，规几落点钟的，啊，即马搁咧落大雨，惊会出代志啦。啊，你还无要无紧哈？这款苦肉计对我来讲无效啦。你敢真正无爱去看伊啊？你们俩嘛是有限度的，婚姻这大个代志。那是好家，才有李静蓉因爸爸妈妈替我做派人，阿爸妈唔知要哪处理。我想到要跪啦！哎呦，你明仔夜雨伞，你的衫还无干啦！咱哦，这个气氛哦，当拄啊好啊，你看雨哈尼大，你妈妈若看到你安尼哦，心内一定会做唔甘的啦！啊，到时阵哦，一定答应哦，你甲静蓉结婚的啦！打开啦！你起来啦！你安尼我也唔甘呢。你妈妈的心肝无这么强啦，伊的心哦不是石头做的啊。你妈你伫跪啦，起来啦！咱去楼顶，跟你妈妈好好讲啦。讲一句，当当哪讲？啊，我拄才叫你落来，你唔是不爱落来？唔甘啊吼，外高。欢喜啦！我真正想袂到你竟然用，你竟然用一款这么低级个怪事步骤来对付我，哈！有才调，你就继续当家去，当家难保，哈！哎，你看，我都跟你讲无啊，你都。是迄门仔要搬山。你刚刚加穿一领衫吼，啊！你是事先就知影会落雨，所以内底加穿一领。无啊，哪有？保鲜膜，佮强看着。嗯吼！啊，天啊！啊，夭寿哦！啊，来爬拢是伤啦。哎呦，这也无啥代志啦。哪会无啥代志啦？我知啊，
一定哦，是你去你家搞纠缠，回头会怕的对不？太太，咱即摆就来去你家，该拼输赢啦。阿姨，安尼来坐咧碰椅面顶，拢无影无紧哈。拍了拄好啊，我的动作是上了李静柔的分手礼，免妥啊。妈，就算讲你看出出我是咧搬戏文，是安怎你无多了解我要娶静柔的决心啊？你免跟我大细声啦，这是你家的人替你做的决定。恁哦，一个人咧心肝这凉个啦，啊，另外一个人咧讲袂春声，恁两边咧甲我夹杀，这是我甲静柔的婚事咧，那也是恁替我做决定，拜托一下，给阮一点仔尊重好无？你大汉了，话女朋友敢那爱话啥？我敢无管你？我话女朋友敢那话啥？这拢是你逼的，无一个是你介意的，无一个是你看会顺眼的。全世界人就是讲我是花心大萝卜，这些拢是你逼的。妈，我知影你一个人母带父子，甲我饲养大汉，这款的辛苦，唔是一般人会当体会。所以我伫咧少年的时阵，我都希望我会当赶紧大汉，娃娃互你看。你敢会阁会记得，我有一个女朋友，你嫌伊的面羞涩、羞涩，无够福气的咧。Jennifer。还有一个，你嫌伊的面伤圆，袂输敢那肉饼迄个。阿免打。还有一个，是伫美国读书转来，家己开餐厅，搁熬煮食，结果你嫌伊受过我苦啊，无够独立迄个。Coco， 你讲啊，有倒一个查某囡仔是你有满意的？哎，你等到无适合的，我是要来赞成啊。啊，那安尼三年。伊是名模，家世背景嘛无底讲，结果你也是同款无满意啊！伊是啥物气度，你敢毋知影？妈，无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啦。若是要伫咧花上头壳顶掠杀某，我看我这世人拢免结婚啊啦！你是跟我结婚了，规个心拢我去阮某迄边去，无爱治你啊！以后你就一个老孤单，对无？妈，其实你根本就无需要烦恼这个代志。因为我无可能去让人抢走，你是我的妈妈，是你把我生落来，把我饲养大汉的。这三十年来，我看你安尼喙齿紧夹的，一个人把这个家还佮事业拢打起来啊。所以我捌咒诅过，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新妇永远拢袂佮你抢后生，等到是你的后生替你娶一个便查某囝予你，然后阮还佮生一个白泡泡。幼咪咪的红孩仔，予你做孙，一个孙也无够，阁加一个早孙予你，安尼毋是真圆满？所以，你还是坚持要娶这龚北灿李静柔。妈，静柔龚北灿是毋对，啊，毋过迄是因为伊爱我，所以我会原谅伊，嘛请你接受。你都已经决定啊，敢问我要从啥？因为妈，你是我心内上重要的人。伫咧我做上重要决定的时阵，若是有妈你的点头，我的人生还佮我的婚姻，毋才会圆满啊。妈，太太。查甫囝讲话爱算话，唔通某娶落去，得靠我这妈妈扳袂记。妈，我甲你保证，这代志绝对袂发生的。Thank you.